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这个清华大学的校友，我是1992年博士班毕业，那么我是在1987年进到硕士班，然后读了一年之后直升博士班，那在清华待了3年之后，那第4年我是到美国去公费留学，然后回到清华之后毕业，这样，那从清华毕业这样已经有，算起来应该有22年的时间了。